你是不是打电话给你原谅他？好，爹，女儿给您赔不是了，由他的，您就原谅我跟孝天吧。鲁伯父，我跟杏儿是真心相爱的，请您成全。师叔，杏儿、孝天既然是两情相悦，生死不渝，我有何必强人所难？请师叔取消我和杏儿的婚约，成全他们俩吧。 大哥，玉儿，我加入魏帝，杏儿才做出这样的丑事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婚约之事，我最终无法再提起。但是，李胖家与四方安和擎天剑派仇深似海，惹下乔天和擎天剑派的企图，我相信他，我办不到。爹，叶小天都做成这样了，你为什么就不相信他？娘外婆，还不够。 你怎么了？你在这里好像有心事。你不用骗我了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小天，你又令你们两个人伤心。师姑双脚残废了，现在人还在洞里，根本就不是救你的人。为什么刚才你没有坦白的说出来救你的那个人是谁呢？ 对不起啊，原本我不该对你隐瞒任何事，但是救我的这个人，说出来的话，只会加深你父亲对我的误会。我不想今晚生枝，而且这道歉牵涉到我们两家的多年恩怨，我现在心里真的很乱，我想好好道歉。 再给我一点时间吧，王妃，你放心，我不会逼你的。我只是想要你知道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都愿替你分担你所有的烦恼。我不希望看着你一个人痛苦。谢谢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 我只希望能够永远的陪在你的身边，时时刻刻的都不离开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请将两门人到，下官三河知县胡通率文武官兵迎旨接驾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洪通，下官有礼，命你着急下令。 把诏谕升为大将军，请天监派掌门人易水寒求恩，后旨听宣，卑职遵命。易水寒接旨，臣易水寒，恭礼圣上，万万岁，万万岁。奉天纲运皇帝诏曰：察援武英殿大学士袁绍卿，向来恭忠济国，为社稷之肝肠。 其通敌叛国一案，乃遭奸佞诬陷，国之罪名所致。诸臣蒙冤而死，死事有伤朕德，天理难容。现元兄事迹败露，已获罪抄家，并严旨捉拿。传朕谕旨，着急替袁氏一家平反冤情，一应罪名尽皆赦免。 袁绍卿虽生死，赐官复原职，尤其子袁孝天承袭，其所有没入充公之家产宅地，皆发还袁氏一族，并还令天下郡县百官引以为鉴，以昭窘戒。钦此。易水寒，还不接旨。万岁。 朕一定是被那警察逃鬼，贵妃查出了，把他碎尸万段。杨知县，圣命不得有误，你即刻命官差前往四城当天告示。
把袁绍卿平反一事公告百姓周知，并尽快查清袁绍天的下落，前来我新官复命，听明白没有？是，下官明白，下官这就去吧。เว้นแล้วเราเว้นโทษตระกูลเหรียญนี่ครับอุ้ยใครใครใครมีตำแหน่งด้วยนี่จริงๆแล้วเขาเป็นคนดีใส่ร้ายหน้าทุกฝ่ายร้ายหน้าหัวร้ายหน้าไอ้โทษแต่ว่าให้เจียวเทียนนะมารับตำแหน่งคืนนะเอาไปเอาไปผ่านเอาข้าวไปฟังเขาเจ้าเทียนเจ้าเทียนมาแล้วครับดูดีแล้วเจ้าเทียนชิโตฟังมีเรื่องอะไรอยู่มาดูที่天大的好消息，好厉害吗？放带你老三，替我爹平反冤情。太好了，你父母的冤情终于昭雪了。小天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但不会再背负着叛逆的罪名，还可以堂堂正正的压回来了。官复原职，子承父业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段小天，恭喜你可以入朝为官了，今后你就是朝中之人，我们四方门槛高攀不起哟。什么意思？没事，我只不过想提醒大家注意，四方门一向是大明朝廷的眼中钉，一向以官府势不两立。伯父，别误会，我袁绍天只在意父母的冤屈是否得以洗刷，只有父亲的官职，我是不会回去继承的。因为要不是当今主婚臣奸，朝纲不正，我父母又怎会无辜冤死呢？小天再不孝，也不会贪恋功名利禄，去做朝廷的鹰爪。请您放心。爹，你看，小天就不是这样的人吧？至于我袁家国君，我是一定要回去的。王禄，下面有一事相求，希望你可以答应。你说，等我把国君安顿好了之后，我希望你们能够一块过来住。没明白没问题。我已经失去了这一切，却再也不可能回来了。